怜，只有子云一个人破，大王的天赋符文没啦。好了，反正如果各位有这种课时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加入这个社群啊。就我觉得也算是，就是专属一个，就是新的一种聊天空间的感觉啊。就社群的概念，那我先关掉，先打扰，等等再介绍。菲斯 Jungle，我没记错，哎，菲斯 Jungle 出这个，一开始应该是，感觉前面很，应该是出这个啦，应该要点 W 哈，这伤害比较高。为什么你对摸子从大师调回钻石的看法怎么样啊？不意外啊，27岁了，调钻一合情合理啊，我原谅他哦。不要代表怪摸子，正常发挥，正常发挥。哎，Curse 那功能，你只要加入社群，还有一个优点啊，因为它本身有跟 Twitch 啦、英雄联盟合作，就只要我开台的话哦，你们只要上 Curse，你就可以从 Curse 里面得知我开台了。而且它还有一个功能是，比如说你 Curse 你申请的账号，然后你可能英雄联盟有好友的话，它会自动搜寻你英雄联盟好友有没有使用 Curse，然后搜寻完后，你就可以自动加好友，还蛮方便的。恶心的人靠背都不飘飘了，要出啥啊？是出噬魂吗？还偃月啊？我记得有两种玩法，一种是出噬魂用攻速毒人，然后一种是就跟中路型的法师玩起来有87发像。我记得菲斯 Jungle 第一趟血要很多欸。做好。哦，都你，这个速度还不错。这我打了半，等你跳起来，他又不会。哦，还好，我瞬间回家哦。这血量其实目前看起来还行，应该可以吃到红了。吃到红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哎，我快死了哎！没理由，我觉得应该是不会被红 buff 打。来挑战红 buff，对面江狗是萨科，其实对完萨科现在是有可能来防我野，但我们不要害怕，大不了就死了。来伤我啊，萨科！现在马上给我出来，很好，还没出来，吓死我的妈！我快死一直在顶住吗？可以，啊，感觉100滴血也是可以打赢这个4秒。往下路被干了，萨科在下，我干，真是场激战，差点就被打死。小熊最爱的菲斯江狗，小熊这么爱玩的字啊。小熊不是应该玩弗利贝尔转狗吗？不然怎么叫小熊啊？往下走。嗯，这场我来玩个，我出偃月好了，我玩 AP 型的啊。感觉 AP 型打一套爆发很好玩，但我的鱼其实丢不太到人啊。我觉得菲斯这角色的鱼真的有够难丢的。哦呦，好人，感谢斑驳。我看中路激战，哦呦，埋着，别跑！你以为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？菲斯跑得特别慢，
看，我刚以为他要反杀成功。即表示啊？什么？你要知道我了？没门都没有，超出你的手掌心完全没问题啊！那我又不给面子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对面的纳米嘞，那也不太可以带回来。安安，开干！哦，不错不错，这个大夫，对面下路直接暴力。我靠，他还敢出来，桃园小可爱，死去！哇，对面下路爆啊，对面下路这波直接炸裂。走起！这颗头没捡到。哎，你们觉得出四魂还是？我在想，到底要出四魂还是 ？Jungle 是不是要撑塔？我感觉我们组合有够头，不知道出什么好哎。算了，这场玩刚刚演月的哈。哇，死去！我觉得两种都能玩过。哦，这个机长，哦哟，真大绝，哦哟，漂亮！我干，两个人好机长哦，这是结神间的对决。哦，好人，好人，好人！连续两次都帮我奶，把我奶起来。感觉有戏哦，这个桃园小可爱来了，范安安，范，我猜，加油，范，好，范死去了，嗨，词语咯，嘣。吃好吃，好吃的鱼，哇！对面买一送二哎，以为本来以为只杀到一只饭，结果竟然杀到了一堆人，发财喽！走起走起！他们要吃哦。啊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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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呦，这个救完全没必要。他真以为他抢到我的小龙了，还好，还有机会啊！他买了苏尼，快逃，苏尼！鼠尼，快逃啊！鼠尼，哇，中路，看来对面是杰森，把我们的杰克冲击。哦，哦，这个有机会哦，去吧，马铃薯泥，给马铃薯泥一个特写，飞呀！哇，可惜要配狗头啊，狗头太，狗头那个其实 gank 没那么强。薯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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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薯泥！哇，薯泥的下路。真的应该出 CD 血啦，就是我们出中路出装，我觉得应该先出，真的我应该先出巫妖 CD 血，干这家伙还不滚，这个真的是
不把我当人看、欸。他是没有被Face gank过，还他，走起。阿南，别跑，被吃鱼喽！吃鱼带走，好吃好吃 ，Top No F。欸、其实蛮好玩的，其实。极度惊恐啊！极度惊恐，哇！连我本人都惊恐，这个技能有点强了，懒得吃了，要吃好久。极度惊恐。啊！完了完了！啊！天堂！哇！天堂赢了！哇！天堂终于报仇了，漂亮的天堂。哇，我们的杰顿时变成了善了，刚他输等级，然后020的杰单杀200的杰，他也是蛮会的。猛！哦，这波你们觉得我会单杀他还是被单杀？我觉得我会输哎、欸，不行，身为一个男人，要勇于挑战。五层五层五层，快把招丢掉！哦耶，水哦水哦，召开掉召开掉！别说了，这个单杀，调皮小年啊！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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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调皮。爱玩小年，调皮小年，得这个完美单杀。走起，走起！好强哦！刚搭红重级，我砍了十只小兵哎，结果还把雷兹单杀掉。但虽然是我等他技能用掉，王三都被干了。哦哟，漂亮！好像我说的漂亮是那个，走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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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、哦！秒杀哎、欸，安安桃园小可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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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跳！哇，好猛哦，菲斯！这个大夫走过去戳戳戳，他就死了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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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算了算了，不要不要，天堂！哦，可以，哦哟。天堂死去，我是把他害死了，因为我后来想想好像不太好，因为我没有打，但天堂直接非常相信我就上了，你就安心的去吧，天堂。我、哦、下路被干了，下路被干了，哦，没事没事。我、哦、下路爆了。死你死你死去！拜拜！哎，追我啊，傻逼！应该反过来。
那大大大 KYU105 四等，感谢订阅。你那李心头又多一个月啦，李心头可以多存在一个月。好啦，感谢订阅哈。跟你娘想法一样啊，他们在说结与结的对决，我感觉他们刚应该是机上的。草原小可爱，吃鱼肉小可爱，要开始去。刚才死亡好凶哦！别吃了，别吃了，去下肉，去下肉，别吃了，别吃了。这陶小可爱感觉是妹子，我等下去穿一个高胸小可爱，或是内涵小可爱。这个雷子真的是当家里没大人。缓住啊！漂亮漂亮漂亮，冲啊天堂！走起走起走起！开杠开杠！好加油！看到没？我看到先，哎，我的耶，哎，这样都我的。谁说两百滴不能吃热狼包？可以啊！哦哦，哎，小可爱，小爱死去，哎，小可爱，小可安安。哎、欸，先过不去，看这剑有点废啊！开杠啊，各位！哎呦，竟然有，竟然捡到我！自己人，NINAT 底线 PN 五等，感谢订阅，当官十窍啦！哦，这波哦，这个大绝可以可以可以，马铃薯你这个伤害，哦哟，干这个奶量，索纳这个暴毙，加油啊，薯泥！哦，薯泥这个不错，薯泥这波，哎、欸，妹子，哎、欸，我刚说靠妹子。跟你们讲，现在谁来中路我就带发，就算杰在中路我一样带发。啊！没事。干！我居然没有伤到他，看我在干嘛？天堂哥太凶了，天堂哥太凶了，天堂哥不要！天堂哥死去。
哦，第二下过不去了，我第二下也过不去。铜伞加空大，好亏啊！那波好亏啊！铜伞就算了，不是空大就算了，一加一啊，很亏啊！哇，三龙感觉暴力了，你就安心的去吧，感觉他不会死耶，那狗人好硬哦、喔，我还去杀下路好了。来到了下路，发现马甲，不是靠背，不是发现马甲，发现马啾啊！哎、欸，好像有劫到我附近哎、欸，劫真的以为他想跟我单挑，哎、欸、不对，他不是跟我单挑，他去杀我队友，扶你死去！来吧，姐，感情没关，那我到时候下去一打二。哎，其实没有人发现，哎，吃鱼喽！恶走位，小可爱。小可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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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了！哎，小可爱，带走！好可爱哟、哦，小可爱！哎，这样现在怪杀我了吗？怎么死去？我来蹲个西门草，萨科萨科萨科，是你萨科。我们来玩潜龙敌，被发现了，不要不要，拍着拍着，有些有些慌，干他怎么好衰哦，啊快逃，哎吃鱼啦飞。哎、欸，抬杠了各位！狗头散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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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散！哦呦呦呦呦呦呦！还好我躲一枪。哦呦，这个伤啊！不行啦！快逃快逃！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！钓鱼啊！卖，太天真了。这个贝特，啊我死。哦，不错，天堂不错，天堂被定墙。哎、欸，似乎快被逆走了。我哪没中？马铃薯泥啊！糟糕。好像五五，好像被要被逆转。我干，靠背，寒冰霸拳，他怎么那么痛？哦，这个 TP， 那有技能出来，我就是不一样的角色。我现在就是神一般的飞丝。现在开始，我名字不叫飞丝，叫超级飞丝，调皮小年，小年来了，留住他们，小年来了。这家伙真的是没被杀过哎！嗨啊，又是你妹子，怎么又是你啊？萨科别跑，你以为跑掉吗？安，是鱼。萨科嘞，妈的，我要干死他 ！Double kill，
一个毒死三个人啊，这个追击。秀嘞，秀一下啊，秀一下，秀一下，你先去卖。不要骂。快走，不行了。感觉我们组要打分推欸，小可爱，小可爱要吃鱼了，小可爱。你们会觉得我在欺负妹子？没有啊，他就每次都在我面前啊。安安，会哦。怎么一直极度惊恐啦？别逃！抱歉。没有，我不知道怎么每次我都遇到妹子。完了，天堂别送！天堂好像送，哇，天堂送。快满装欸，戴顶帽子。没有，我不知道怎么，我每次算不多。可是其实小可爱是对面最强的，你看他的战绩68，他是对面击杀百分比最高的，他其他队友都没有他猛。小可爱才是对面最强的敌人，先杀最强的。身为一个刺客，身为一只飞狮，会战要先秒，对我们团队造成最巨大威胁的人呢，就是对面的那个娜美，所以我先杀他，合情合理。纳米就很强了。吃鱼喽！出来吧。想去哪儿？这只是真的啦，当我87想骗。先杀妹子。好，杀妹子。哇，这个接技，我飞是接技还蛮溜的，这个 Q 小兵阿雷兹，叽叽，这枪打好快啊！飞这好玩。我杀纳米几次啊？他死了11次，好像有9次还是14次？他死了11次，好像有9次还是14次我杀的、欸。
是很可恶啊！莉莉，哇，我被莉莉了，为什么要莉莉我？四只猪，四只猪，为什么要莉莉我？为什么要莉莉我？我可以检举他吗？语言暴力，莉莉我。还有我是宋创，语言暴力，他语言暴力对我，我只好好难过，我心灵受创了。找检举他。